晚上好。你好，姐姐。我们现场需要截屏留念的朋友们对着我们的镜头挥挥手，然后镜头可以给你个特写，我们可以截屏留念一下。欢迎大家，我是来自抖音的夏婉晴。我们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，进入直播间，冲着镜头挥挥手就可以看到你们自己啦。晚上好。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给这个比心的小姐姐，给个大一点的特写。两位小姐姐，你们好。好了，可以截图了。好可爱哦，晚上好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晚上好，祝拍照愉快。欢迎浪浪。可以搜索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，进入直播间。有需要留念的可以冲着镜头挥挥手，让他给你一个特写。晚上好，你们好，小朋友们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，祝你们在这玩得开心。我们换一首曲子。是的，好幸福，好羡慕哦。两个人一起玩很开心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。
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，祝你们在这儿玩得开心。我是来自抖音的夏婉晴，有需要合影留念的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挥挥手，镜头会在直播间给你们一个特写，然后大家可以自行截屏留念，欢迎你们。在你们的背后的舞台是我们的贞观之治的表演舞台，欢迎大家，祝大家在不夜城玩得开心。有需要留念的我们会在直播间给个特写。好的，小哥哥，现在你已经有个特写了，你可以拿出手机截个屏了。晚上好，搜索夏婉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，弹个红尘情歌可以的，我们搜索一下红尘情歌。这会儿现场没有阿姨，有的话可能都会跳这个舞蹈。记得《红尘情歌》刚出来的时候是我们的广场舞，广场舞第一首曲子《红尘情歌》。谢谢了，不客气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小贝贝，晚上好，现场在哪里？现场在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，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前来现场游玩。为爱等候，有点熟，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沧海生笑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欢迎大家，晚上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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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，我们可以搜索进入直播间，可以点歌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。赤伶，下一首看看有没有伴奏。小姐姐背好多玩具啊，抓娃娃机抓的玩具吗？你好，好大一袋，玩得开心。那我们小姐姐说害羞了，直接躲后面去了。好，我们换首曲子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，祝大家玩得开心。找一下赤伶有没有本地伴奏，如果有的话下一首弹。
老师好。一句女儿情送给大家，千千阙歌也可以吗？千千阙歌可以。那我们先来一首千千阙歌。欢迎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，祝你们在这玩得开心。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大家可以进入直播间点歌，也可以截屏留念，欢迎你们。小姐姐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Bye.